有向右偏哦。来，绿色七号的，请你再抛给橘色七号。你看，他还是跑到橘色六号身上。来，绿色六号的，请你抛给橘色六号。没关系，绿色五号，请你抛给橘色五号，不用抛的。所以你没有向左修正，它就向右偏了。来，绿色七号有没有球？绿色四号，好，给你传。没关系，来，绿色三号，请你传给橘色三号。你看它都向右偏，你手上还有一颗球，你向左修正一下看看。哎，这样子可能就准确一点。来，绿色二号，请你传给橘色二号。你应该传给三号才会到二号，你传给二号就跑到一号去了。所以绿色一号的，你要传给橘色一号，你应该对着二号传，对着二号传，他才可能。哎，你太用力会受伤的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样空中抛，抛给橘色二号，他就回到一号。来，绿色一号再抛一次，抛给橘色二号，他才会回到一号手上。哎，太离谱。好，现在手上有球的，或你旁边有球的，你身体旁边有球都可以拿起来，你找一个对象传给对方，但是你要做一个修正哦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找一个对象传给对方。来，用抛的。哦，现在先不要离席啊，先不要离席。先不要离席啊，等一下啊。等一下，先不要离席。刚才啊，在这个滚球和抛球的过程中啊，我们注意到刚才的力量，它叫科氏力。科氏力呢，它是法国的一位物理学家叫科里奥利。